第四个期间，到南定的游泳池，拢会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游泳。因为除了有专业的救生员，佮有专业的教练来教学，上吊是两礼拜时间，只收1000块，让人感觉实在是真的好。不错啊！有没有比外面还便宜？有比较便宜，嘿，蛮快的，教练都蛮会教的。这边学又有教练，然后暑假可以玩水，还蛮好的啊。这是台南电工所每年拢在暑假期间来举办的游泳教学营的活动，佮有伫7、8月两个月延长开放的时间，一直到暗时9点，就是要学生囡仔暗时冒一个进冬休闲的好去处。暑假期间哦，小朋友都有真侪诶无方便哦，啊，真侪拢去溪啦、沟啦吼，啊去诶，那就危险。啊，囡仔都较唔捌，啊，若去遐游泳咧，恐惊啊，是人也担忧，啊，佮其他会发生这个意外吼，啊，咱就开放这个做电流游泳池，予大家来做来享用。虽然一年亏损将近200万，不过台南电工所也是坚持游泳池的使用。电流中心又表示，为5月到10月拢有开放收费嘛，真少，所以希望店面会当多多来使用。这个教练咧，伊也真用心。教人来比较袂晓学，伊就教拢会晓学。吼、哦，咱电力游泳池，咱拢是真用心开放，咱的乡亲来享用吼。啊，咱每一年拢是吼、哦、为了地方啦吼，啊为遮小朋友暑假互大家方便，阮一年拢爱了一两，咱吸近200万伫这个所在。目前由公社所举办的游泳教学营在第二梯次，阁有名额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好啊把握时间做回来学游泳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